乙未啊，做偏财啊，这个偏财对自己的情谊非常深，因为偏财里面含有自己的木根。这个坐下如果是女人，这个是男人的话，代表女人对男人的支持怎么样？杠杠的啊，杠杠的。然后呢，这个乙未这一柱还有一个特点，就他见了禄，他旺禄啊。未是什么？是财。这个是什么？是禄。你想得到财，还得费点力气去拿呢。但你从禄上面来的福分是躺赢的福分，所以乙未日主如果地支见卯，那是哒哒的哒哒的好啊，见卯就好，见卯一定要保持这个卯的旺度，不要让它受损啊，这样子就是非常好的，靠一个禄神足以躺赢吃遍天下。当然啦，你天干别在，比如说这透个己再透甲啊，当然位置不可能这样了，这是日主对吧，比如说年上有个甲啊，月上有个己，这边又是乙未啊，是吧，这还有卯，那这种时候这个天干透财又透己，你地支忘了禄，虽然你有躺赢的福分，但你花销也不带少的啊，这是必然的。这个呢叫做你虽然忘了禄，但是你损了用神，明白吧？有些人的局呢，他虽然忘了禄，但他不损用神。比如说你地支某位害某位，禄忘了，但你天干没透劫，也没透比肩。就算你财再薄，我跟你说，就算财再薄，他这个人的福分跟福气都是杠杠的啊！你可以去看那个命局验证一下。但如果一旦天干透了比，透了劫，再透了财，地支禄旺的时候，他就会带来一个弊病，就是花销非常大啊。看亥吧，亥位肯定是拱木了，是吧？亥位拱木，它是旺卯的，如果局内有卯的话，见了亥卯位，那就是三合旺禄之局，这个人的福气非常之大啊。那亥水和未土，它只要一见面，由于是乙未一柱，直接可以合化啊，直接可以合化。亥水就是印的禄，它是壬水的禄位。如果天干透壬，地支再有亥，亥位之后，虽然自己是旺了，但是壬水的禄被带走了。记住，你的六亲如果有透干，地支见禄的情况下，只要你把禄刮走了，这个六亲必出事啊。所以这个亥位拱木也是需要小心的啊。当然啦，这个水呀、啊、来生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水虽然转化为木了，但水并没有消失，这是水生木的一个特点。你看火生土，火就消失了，金生水，金也消失了，但是水生木，水不会消失。它即使亥卯未合局了，它也具有调候能力。为啥？你看那个木的叶片里有没有汁水啊？有的吧。然后这个叶子捣碎了也有汁儿的吧，是不是？它的根部也是有水分的，所以这个水生木啊，就算亥卯未合局了之后，水也是保有调候能力的，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点，要跟大家提出来啊。子未穿呢，子啊就是自己的印，这个未呢就是自己的财，财印相穿就是婆媳关系非常紧张的象啊。而且两边都不讨好，两边都气得够呛。那五位相合呢，五位相合如果化火，是伤了未土当中乙木的根气的啊。这个时候见五木见五就要补水，如果没有水的话是有死相的，这并不好啊。虽然五位相合之后这个财源更旺了，也就伤食生财呗，是吧？伤食跟财抱在一块儿了，两人狼狈为僵，勾肩搭背，是吧？啊，一条裤子一起穿的，是不是？然后如果见了卯，就是见了禄啊，见卯就是见禄。如果局中有酉，或者局中有辰，这个时候见禄就不太好，就容易伤禄。但如果局中没有这个东西，见禄是好的啊，见禄还是好的。如果你原局有禄，然后再走禄旺之相，这是最好的，前提是天干不透比劫啊。天干不要透比劫，天干透比劫了也可以，你天干别再透财。如果透了比劫又透财，你又把禄搞得这么旺，那就劫财必然要
抢你的钱啊！你虽然有躺赢来的运气，但你这个钱呐、也留不住。乙丑一柱，乙丑一柱啊，它我们通常叫丑土，叫埋根之铁啊。什么叫埋根之铁？就它这个土里它有金呐、金专门伤木的，而且金是暗藏在地下，木想下下扎根的时候非常困难，这叫埋根之铁，会使得乙木根气受损。木本来是扎根在土里的，但这个土呢，除非天干带鬼，否则的话这个土里的金气没办法引化，它会伤及这个乙木。所以有很多这个甲木之主，比如说兄弟坐在乙丑或者乙酉的时候，他你断他兄弟早亡或者早夭或者母亲有流产，多数会成功，就是这个问题。他叫埋根之铁，乙木做丑非常的不得劲啊。如果见了酉金，那埋根之铁真的就埋根了啊，直接财星化杀，这叫财养七杀，七杀克身。遇到人渣本渣，都不是渣男，叫人渣。你看财养官星，官星克自己，你拿钱给他花，他事业成就了之后反而来克伐你，瞧不起你，打击你。子丑相合呢，化稀泥，对不对啊？子水来了之后，丑中的癸水啊，它这个气会更壮一些啊。水都是一党，水都是一家啊，你甭管是子水还是丑土当中的藏干癸水，它就算是丑土当中的藏干癸水，到了子水这个位置它也旺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时候暗中有煞印相生之象。什么叫暗中？丑中的心生鬼之象就被子水的这个地支给引动了，勾搭起来了啊，这叫暗中煞印相生之象。表面上是财配印受之象啊，表面上是老婆跟自己的老妈感情非常好，两个人抱团合伙，那实际上呢，使得我怎么样啊，使得我在外面的压力回到家得以舒展和舒缓，是不是啊？子丑相合就化了丑中的金呐、我老婆的戾气也被我母亲给平复了，是不是啊？我们夫妻感情还更好了。好，我们看四丑，四火本是伤官，四丑相合叫伤官生财啊，这是伤官生财，间接还有旺了七杀。因为啊是乙丑一柱，所以四丑不见得能够拱出来金，不见得，它需要有别的条件配合的，它又不是酉金，你见了酉金拱的这个顺遂程度会比较大，但是它是四火的，忠神不在的时候，光他俩的话更多的是四火泄力到丑土身上的象，也就是伤官生财之象。伤官生财等待七杀来临的契机，旺起官星啊。如果四丑相拱，天干透个庚的话，那就太棒了。长生之位的庚金，我的官星，因为我坐下的财星而得气得生，得到流转，这伤官见官的气就完全的给盖住了啊，四火就完全变性了。当然不可能有庚四一柱啊，这个庚金肯定是在别柱，庚金在别柱，地支四丑相拱的话，这个半合的情谊是到位的，是完全能化的啊。这个顶上是个小乙木，如果顶上是个大甲木，地支想化金费点劲，但是小乙木它怎么样啊？见了庚金则从事无情义，如果见了辛金可能还得打一打干一干，乙辛要相冲，见了庚金它直接就从了，天上已从了庚，乙木还会阻止丑土化金吗？不会，这就是情意的流转，大家要注意观看啊。那午火来了之后呢，丑午相穿，午火本是食神，它丑午相穿，这个食神之杀可太费劲了，更多的是什么呀？食神生财啊，食神之杀治不了，为什么？丑土泄午泄得太狠了，午火想要穿丑中的这个心金非常费劲啊，除非火非常旺，否则穿不动，那也就是个食神生财的象。乙亥一柱，亥水当中有甲木还有壬水，
那亥水是乙木的死地，如果按阳来论，它也只是一个长生之位，木气非常孱弱，水酸有养木之情，奈何小 baby 太柔弱了。我们说长生之位的东西就好像刚出生的婴儿，像火和水隐身之位的这个长生，一出生这个水和火就是八九斤的大胖小子啊，但是像木和金他们在出生的时候都非常孱弱，这个木出生的时候是在亥宫，水旺是有窒息木生机的可能的，金长生在四，四本身就是克伐庚金的五行，对不对？所以这两者他们在长生之初都像是早产儿，需要被保温箱好好的保护啊。这就是印寿对自己的情意并不足，这个并不足并不是说印寿不想生我，而是我的身体没有那个承载力。木在冬季，金在火季，他们长生的时候由于自己身体孱弱，没有那个承载力能够吸收到母亲的啊全部的营养，这就是金木在长生之初的画像啊。我们看一下寅亥相合，你看这个亥水地支都化木，酉金和谁都化金，亥水和谁都化木，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午火和谁都化火，是不是啊？啊，这就是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支合化的呈现。所以你只要做了亥水，你就会发现自己局中的这个木的属性，你要给它加二三分的力，哪怕你有没有别的木根，你也要给它加个二三分的力。这就是时间轴的概念。为什么我们要学六十甲子，学十二地支的隐化跟隐动，就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告知大家，这个亥水逢谁它都化木，那你必然要把这个时间轴的概念加进去啊，对不对？哪怕地支没有别的木星，你也要把它木的力量加个二到三分呢啊。这才是你把时间轴放进去考虑之后的一个三维的结果。那寅亥合合出来是一个更大的什么呀？合一个更大的劫财进来，是不是？那么除非你这个局中木非常弱啊，此时劫财入局帮你扛财，否则的话这个寅亥相合啊有的时候会让你夺一些财啊。当然了，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乙木啊它很容易以甲木为夫，这叫藤萝戏甲，所以当它以甲木为夫星的时候，地支如果见到寅木，然后还有寅亥相合，那它的这个夫星或者妻星啊就很有躺赢的命。如果说这是女命的话，她的老公就很有可能家底丰厚，不出去工作都够吃穿一辈子的。那如果这个是男命，他的老婆是甲木，地支有寅又见寅亥相合，那他老婆妥妥的就可以在家做家庭妇女，因为人家就是有躺赢的命，有这个契机，明白了吧？地支的禄是谁的，就代表谁能躺赢。当然了，一定要天干透干，如果天干没甲，你说这个能不能做配偶的禄？不能，不能这么看，一定是你天上有什么，地支见了这个五行的禄啊，这个人在你的命局里就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个人，可以这样铁口直断了几乎啊。那么再看未啊，亥未相拱，它是拱一个乙木的什么呀？拱乙木的禄，所以亥未它是旺乙木之禄的。如果别的干支有禄，那就太好了，哪怕你地支变成一片禄的海洋都没事，天上挂点福财，只要你天干不透比劫或者比劫，记住了，你地支哪怕一片禄的海洋都不怕，你都是有躺赢的命的。你不见得大富大贵，但是你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有人给你钱花，这就是禄的好处。并且亥卯未那叫印禄相随，亥卯未不仅印禄相随，是印食禄相随，有这种契机的人非常少。因为你要是把这种契机应用好了，你还有别的条件，比如说天干不能透比劫啊，天干可以凑财，可以透印，可以透食，可以透伤，但是不能透劫和财同时存在啊。透了劫透了财，地支如果变成一片禄的海洋，天干必然有劫财破财伴随其中，那就是说你虽然有躺赢的命，但是你的命中注定有一个人一直让你破财花钱啊，让你像无底洞一样的为他掏掏掏，不停的往外掏。这就是如果你地支一片禄的海洋，天干劫财却见财的一个缺点。但如果天干没有劫财见财呢，你地支光是一片禄的海洋，恭喜你中彩票了，你这辈子衣食无忧，可以躺赢，有吃有穿，胃口又好啊。见禄我们就要保禄，就要旺禄啊。那么如果是四呢，
如果是四火，四害相冲，四火是伤官，亥水是印兽，这叫伤官与印兽打架，这个人脑子就会一片浑浊，因为水火打架主浊气啊，水火打架主浊气，一会儿想成东，一会儿想成西，想法一会儿一变，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性情非常不稳定，而且水火激战主突发的主瞬间呢，他有可能瞬间一下子就想怎么样了，然后一会儿呢，哎呀，想法又变了啊。所以对于这种地支有水火冲战的人呢，他们当有一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在意，因为很可能一会儿之后他们自己的想法都变了或者忘了。那五亥暗合呢，亥水是印兽，五火是食神，这回印兽跟这个食神的关系可就好了，对不对？这叫印兽配食神，他的想法是和欲望都是有所制约的，都是有原则的，在这个正印的奉献牺牲的框架之内，又多了一些知足常乐的这样的一些心性，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女命，就是她不管是求财也好还是求官也好，她都有对自己的一个约束能力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菊静一啊啊，虽然有很多对他的吐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会要求剧组早早的收工，他不加夜班啊，他对于身体的呵护有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自觉的觉知，他不会说我为了求名求利啊，我牺牲健康也可以牺牲，我什么我也都可以牺牲，他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所有的这个欲望是在正印的框架下的啊。五亥暗合就是这样的一个相，而且五亥暗合其实也暗拱有禄的相，因为丁壬相合化气为木嘛，所以他在求官求财求享受求名利的过程中，他不会忘记呵护自己的身体，他永远把知足常乐放在第一位，然后适度的去求一些东西，这就是五亥暗合的一个取向啊。看一下乙巳啊，这个巳火真是最没出息的，没有之一的这个驿马星啊。你看人家寅木是吧，寅午戌人家画的是什么火是吧，你再看人家亥水，亥卯未画的是木，是不是啊？这俩都是画成了他们所生的东西，生我的和我生的都跟我有情，我给他们多少我都心甘情愿。你再看这巳火，它化成了个煞呀，巳酉丑是不是化成了酉金呢？这个酉金可本来是我克之物，它竟然向我克之物转化了。这个东西酉金它没生过我，也没养过我，更加不是我生的，然后它就跟人家跑。再看申金，哎呦，申金更不得了，四身相合之后竟然画出一个克自己的东西叫水。你说这个四火他有没有骨气啊？他骨气有没有三两？我们详解一下这个地质取向啊，先来四身和水吧。你看这是十天干里面最特殊的一个，四火是啥？本来本气是丙火，是伤官，申金是官，四身相合是伤官见官，然后竟然化了印。嗯呀，真是多么独立特殊而美好的存在呀，四身相合伤官见官之后竟然化印，惹了麻烦，是不是？我惹了麻烦之后竟然能够有所庇护。哎，你看这个伤官见官的线多特殊，其他的日主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啊。伤官合官，伤官本是见官就克的，但是乙巳一柱的伤官可以与官相合。伤官一般而言啊，它没有这个条件与官相合。我们看一看，如果是放在天干，它是丙，对不对？它是庚，放在天干，它俩能合吗？它俩合不过，是丙克庚的关系，对吧？丙克庚，但是放在地支，他们两个竟然相合，而且画出来的东西还能够庇护乙木，还能够克制伤官，还能够使得伤官向官转化，这个组合太神奇了啊！四火是十二地支里面的变色龙，只有它会向自己所克和克自己之物进行低头和转化，它是最大的汉奸啊！别的地支都是比较硬气的，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
自身相合如果合化了的话，那么伤官的丙火心性就没有了，转化为印兽了。他见了官，合了官之后，官代表什么？约束自己的政府条文呢、法律呀、对吧，这都叫官。我这个思想啊、野心，见到那些约束我的东西之后，我就反而会懂得约束自己，这简直是违背伤官心性的操作。伤官本就为了是突破打破常规而存在，但是乙木的伤官非常特殊。乙木的伤官不仅可以合杀，它也可以合官。合杀怎么合？天干地支都能合，巳酉是不是合杀了？然后天干如果是见丙辛的话，是不是也合杀呀？那地支巳申是不是合官呢？这个乙木的巳火伤官简直太厉害了啊，谁都能合呀。它就像一个游刃有余的变色龙一样，在哪里都能生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并且可以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形式扭转为适合自己生存的一个土壤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吧，再来看一个啊，看个这个吧。四丑它是往金气拱合的，如果众神不在，只有合的相，这叫伤官合财。记住啊，这叫伤官合财，不是伤官生财啊。这些概念看似细碎，实际上里面的取向内容大有研究。伤官合财就是现成的项目被我拿到了，通过我的口才拿了一个现成的项目。伤官生财是我通过我的口才技能技术一点一滴的白手起家啊，记住这是不同之处。乙酉一柱，乙酉，酉金呐、是十二地支里面最顽固的地支。因为不管是三合还是六合，它都只化金，等于这个酉金不管谁来了它都坚持自我，绝对不会卑躬屈膝，也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所以这个乙酉一柱地支只会化成更大的七杀，不管是巳火来了，伤官来了，还是这个比肩丑土来了，亦或是自己的比劫尘土来了，都只能够化成一个更大的七杀，都只能让日主的压力变得更大。所以乙酉这一柱是非常特殊的，在六十甲子里面非常不受这个比劫和比肩这个帮扶的一个日柱。从地支的角度啊，天干就算透了甲木，它能不能帮助这个乙木承载住酉金的克伐？不能的，因为乙酉一柱酉金天然的坐在屁股底下，永远是虎视眈眈。所以就算天干来了大甲木，或者天干再来一个乙木，也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乙木化解掉坐下七杀对自己的克伐之情。这个坐下七杀呀是纯纯的七杀，那它要怎么化解？当然有办法化解。天干如果透庚，酉金作为庚金的根基的时候，这个时候乙木从了庚金，乙庚相合本来就合金，对不对？你看这个金这个东西啊，地支的，在地支的时候它特别顽固，放到天干了它还是很顽固，乙庚合金嘛。丁壬合啥？合木。戊癸合什么呀？合火，对不对？但是乙庚合什么？乙庚永远合金，所以金日主啊，甭管是庚金还是辛金，他们都有非常顽固的内核，轻易不会被你说动跟打动。就算他们外表柔弱，实际上也非常有主意啊。好，我们回归到乙酉这一柱的取向，
我们先讲一个半三合的。这个半三合我们分为合化来讲，还有一个合而不化讲啊，分两种情况来讲。首先合化了的话，四火本来是自己的伤官，伤官见了七杀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七杀，伤官本应该是制服七杀的，对不对？结果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七杀，伤官等于是我的小辈儿，是吧？这个是我的学生。然后呢，我现在有一个事儿给我压力很大，有一个项目我搞不定了，然后这个学生说我来参和参和吧，结果怎么样了？帮了倒忙，是不是化成一个更大的杀了？他有没有把这个七杀把帮助日主化解一下？没有，他化成了一个更大的杀，这叫合化的取向。我的创意想法做法执行力都使得这个项目越来越糟糕，我越来越承载不了。虽然这个有可能这个项目成长了，向前推进了，但是给我的压力更大了，我更加失眠，更加睡不着了。这就叫四有合化了之后的相。那合而不化呢？我们来看看，四有如果合而不化叫伤官合杀，合杀也是制约的意思，因为是火来合金，所以有制约制衡啊，它有这个含义。所以呢，有这种用我的伤官和七杀，用我的伤官智慧能力创意啊，暂时稳住了这个项目，有这个含义。四有半合，如果希望火的这个四火的本气依旧纯粹，保证四有相合是火来至今，就必须局内火放非常旺。比如说有五火又有四火，这种情况下局内火非常旺，四火才能保持自己纯正的啊火之性情，而不会被酉金给带跑偏。因为四火我们讲过了，它是十二地支里最大的变色龙，对吧？那么暂时搞定了七杀，搞定了项目，给我的压力有所缓解，这个就叫伤官合杀，在天干视为丙辛相合。如果天干见了丙辛合，地支见了巳酉合，那么巳酉合就是天干丙辛合的换位根基。注意啊，天地是联动的，看天上有什么成像，我们再看地支的根气在哪里。再讲一个啊，讲一个穿吧，戌相穿。有戌相穿主要是酉金对戌土当中的丁火发起进攻，在天干辛金不能拿丁火怎么样，但是在地支它可以通过穿的作用方式去对戌土中的丁火发起进攻。那么酉戌穿我们之前讲过，穿丑午穿，是不是子未穿，只要是相穿双方都受损，戌土在穿中也受损，酉金在穿中也受损，因为它去穿戌土当中的丁火，就容易被丁火怎么样给反克给反制。所以酉戌相穿，如果天干透丁辛的话，就为食神制杀之象。注意啊，穿也可以食神制杀，不一定要冲或者是克，穿也可以做到的。如果说乙木是女子，这儿是夫星，这个又是财星的话，那么酉戌相穿就是我的夫星，我的老公对我的钱包啊，对我的钱包有打算啊，他有这么一个象啊。戌土不是我的钱包吗，对吧？他是直接奔我钱包里的想法下手。我乙木因为丁火然后生出来的戊土，对不对？这是在戌土当中的藏干之象，戌土当中不是藏戊辛丁吗，对吧？这个丁火既制了七杀又生了财星，
是不是？但是我坐下这个七杀就是对续图章中的丁火不满，怎么取向和解读？我这是女人，她的老公对老婆赚钱的这个方式非常不满意，认为老婆赚钱的方式影响了两个人的夫妻感情，那有续穿，对不对啊？他认为老婆赚钱的这个方式，老婆赚的这份钱影响两个人的夫妻感情，他对老婆赚钱的这个动机手段方法都非常不满意，所以有金去穿续实际上是心金想去对丁火下手。但是丁火会乖乖的被有金穿吗？不会，丁火本就是克有金的，对不对呀？ 所以这种时候两个人就会发生战争，就会有家庭战役的出现，这叫有续穿的一个取向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取向，丑酉它是半三合的关系，我们同样从合化还有合而不化两个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如果局内火旺，那么酉金和这个丑土之间为合却不化，此时丑土因为藏干有辛金，对吧？丑当中有辛金，所以丑就变成了全局旺火的什么泄口，转生酉金。注意啊，就算是合而不化，它也可以转生。为什么？因为丑土里面藏有金的根气，所以这个转化的象是非常容易发生的。那么这个是我的财，这个是我的官，外面一片火海，本来是意思是我的老公在外面有很多的死对头高利贷，然后我用钱的方式把这两者给打通了，给圆融了，把我老公外面的矛盾毛病都给处理了，这叫财养官杀之相啊。目的是为了保护七杀，但保护了七杀，这个七杀对我有没有情？没有情的啊，因为这个酉金对乙木的克伐是纯纯的，他这辈子都不会改变自己是个渣男的事实。所以乙木用丑土去生酉金，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助纣为虐，因为他坐下是渣男本渣，甚至都有可能不是渣男而是人渣。那如果合化了的话，就变成什么呀？财星完全的变成了七杀，这个财变成了我老公的一部分，钱已经不是我的钱了。注意，如果合而不化，我对丑土还是有掌控权，钱还是我的钱。如果合化了，丑土却变成有金的一部分了，钱就不再是归我所用了，我的这个钱财产被老公完全的转移走了啊。这个是取向的方式，分清合还是合化。乙卯日柱，乙卯日柱呢，地支一个是卯戌和火，再有一个就是亥卯未和木。这个阴干日主啊，如果见了禄神还是比较靠谱和稳定的，他们的禄神是子午卯酉嘛，对吧？阴干的禄神是中神，中神呢在三合的过程中它是不会被弱化的，它只有在六合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被弱化。所以中神作为禄神，也就是阴干的禄神，通常都是比较靠谱比较稳定的。他们不喜什么呢？他们不喜冲，比如说卯酉相冲，是吧？他们是不喜欢这样子。但是见了三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不像寅申巳亥阳干的禄神，见三合也化，见六合也化。所以阳干的这个禄啊是不太稳定的，而阴干的禄气非常的专且纯。我们进入取向的阶段啊，看这个申金，卯申合本来就是乙庚合，卯木就是乙木，申金就是庚金，卯申合就是禄神合官，用我的身体与官星相合。如果是女命的话，这种时候有破身之象，那如果是男命的话，就是身体力行的去干活得到这个官职跟官位，它是这样的一个象啊。
当然啦，如果申金代表子女的话，也能够代表日主和子女的关系怎么样啊？跟子女的关系非常的好啊。那我们再看卯酉相冲，这个酉金呢、就是辛金，它是乙木的七杀星，七杀克法是不留余地的，往死里打的那种。所以卯酉相冲的时候，金木相战，必然关节啊、腿脚啊会有损，这是必然的啊。只要地支有卯酉相冲的人，而且这个卯酉相冲没有化解，他很容易在童年的时候就经常摔跤，哪怕长大了走路也会不稳，时不时的稍微绊一下啊什么的，这就是金木相战的一个取向。七杀来冲我的禄神，七杀可以取向为疾病，也可以取向为小人啊，都可以。七杀冲禄，如果说卯酉相冲，酉金占据绝对的优势，把卯木冲破，这种时候灾难会非常的大。当然啦，如果卯酉相冲，卯木占绝对的优势，比如说寅卯在一起，那卯木的力量大过酉金，此时卯酉相冲，卯木虽然会有一点损伤的，但是酉金损伤的更加的大，这叫木旺金缺。从天干的角度，乙本来就可以反冲辛金，所以这个作为七杀的酉金想要去打卯木，他不一定打得过，他得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啊。七杀冲禄也有破身的相，这跟卯身暗合破身的相有什么区别呀？申金是为正官，酉金是为七杀，从取向的角度，这个就是对我有情意的男人，他虽然跟我发生了亲密关系，但他想负责，而这个就是渣男本渣，就是单纯冲这个发生关系这一件事来的，他并不喜欢我，但是却要冲破我的身体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相。那卯戌相合呢，戌土本来是乙木的正财，这个正财里面藏有丁火食神和辛金七杀，卯戌相合了之后化的是火，如果合化了，化了火，那么戌土当中的七杀是不是被完全的治干净了，此为食神之杀。看啊，用禄神和正财然后治尽了七杀，禄神和正财化食神，把戌土当中的七杀给治尽了，这是暗中的一个做工。如果从取向来说，这个坐下本来就是我的夫妻宫，对不对？它本来就代表妻子的含义，戌土又是正财，也是我的妻子，这种时候是不是有妻子帮助我把这个压力呀、事业上面的小人解决的相，对吧？它是有这样一个相的啊。再看子卯相刑，子卯相刑如果透了庚金，它会刑时，一定记住子卯相刑透庚才刑时，子卯相刑透庚刑时之后伤的是禄神，庚金也会受损，记住啊，这个乙卯一柱如果地支有子水，上面再透庚金的话，是庚金跟卯木全部都受损。有一些乙木日主的女命就是在庚子年离婚的，问题就出在子卯刑，直接就把人给刑疯了，禄也坏了，官也坏了啊！注意，庚金本来都坐死地了，子卯一刑，上面的庚金也动，下面的卯木禄神也动，天地都在动。